石器用的刷海绵刷，那我现在就来用看看。然后它是长这样，它的这个表面啊，就是有点，它是摸起来很柔软的，很像海绵纤维，然后后面这一面比较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来试试看哦。给大家看，我这个里面是装咖啡，然后放了一天，然后呢，稍微用水冲掉。好，那用水冲掉之后，大家看里面还是有黑黑的，就是有咖啡油渍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一个海绵测试看看。